很棒，就是辛苦你们了，谢谢你们非常，就是感谢你们的合作。等一下会唱了两首的福建歌曲，那么想换换口味，好，没问题。来安排这一首华语歌曲，有一段时间在中国蛮火红的这一首《包容》，那个是好听的，是儿歌曲，也是给大家很有意思的歌曲，对。